SMS 啊，这局得吃鸡啊！喷这一过脸直个，接被打一个，一还打有一，再吃架。近点一打一。对面不跑，对面是一把762，自己拿着这把1897，再喷一枪，但是最终 T9 还是完成了反杀。这个一级头还是贴脸厉害。T5 已经被扶起来了，轩子接了一波车，巨幅正面其实不是那么多人。现在不好下呀，你在车上的，近点两个人摸过来了，武器被清到了。哎呦，这个车，这什么 SMS 这么勇？这局 SMS 吃鸡才有机会，结果在初期打架打得这么勇猛，真敢冲啊！这把武帝得跟小杨打没了。巨幅只剩最后一人，巨幅的分数不太乐观，剩下航航快乐一下，准备一这下个突围赛。也应该是他们的，就是打完第五局之后的一个战啊，宝斗。宝，是你呀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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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子太有点强，快。哎啊，呦，还是六稳幺住了。最终还是跟住了。这消音 MS 真难用，怎么办嘛？东东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脚下的人在哪儿。这种距离也不可能把六幺秒掉，而且已经知道六幺去血魔旁边了。那自己脚下 DPM 慢的选手在拉枪的时候会出现问题。马哥打的贼主动，和用马车哥做掩体持续 pick，啊，打关赢键了。时刻还是得看我马哥啊。现在排位真的是关键时刻。77分，你看，其实今天的那两场米拉玛也是，说实话，马哥的功劳现在挺大。小左在爬这个位置，感觉队友要架枪才能活，架住了能救吗？先起烟，哎呀，屁股露出来了，再架，但是阿毛感觉有点小着急，这个位置还没补掉，一颗烟过来，能不能强行的按住？原来有枪线，彼此写了最后一秒，按住。啊，哎，如自果卑我是。是明的话，我直接拿我当掩体去救他。明一打脚无一伤个，吗？调整一下，打第二个提前枪。没子弹了。哎，这波高鑫怎么要跳起来呀？紧张了，紧张了，小伙子怎么回事？这年轻人，他那波本来是想要切枪的，有然雷后吗？发现还有备弹，就跳起来了。武器没有道具啊。哎，岂有，烈烈，这个是猜你的跑。高鑫要是守住的话，可能 IG 都没了，大仓七进不来了已经，然后剩下的队友可以去绕反坡。Spy 牛 happy 也打起来了，小童一个人在马棚里面被秒掉了，577一个人守仓啊，队友在后面挖满二楼的窗口再架枪，pick 了一波正面577补枪，虽然一丝血，但是也要出来补。那六幺反而重新被尬在这个位置上，人是不能扶的，只能在瓦瓦的后面架两枪头直接起掉。近点还想再打别人，还是那个消音，依旧没有捡到枪口，扔了一个地炮闪，想要去侧面突破，瓦瓦已经被补掉了，现在全摆哦，出腰防线，住！腰是打头了，是的，被闪的时候打头了，就是按了按左键，偷袭子弹这队伍。航航远点已经抽倒了外围包着的人了，三阶段了，远点枪线能打过来了，密度已经没有那么低了。跳射，再给一颗九角闪，但这边翻出来了，有一个僵啊！直。以为是雷呢，翻出来给我这个闪，再打我第又二被个，架又了一是一个波出提门，前枪，又是纪头。念。不最过终还是还特别是打赢了，烂人补枪成功啊！特别跟烂人海车上的房顶，艾奇迎来了第二波邻居，来哇，了十来了七来级了！白位贴过来了，哎，给我开车出问题了，出大亮事了这一波！了！这波其实劝架的 timing 找得很好。哎呦，这个落地一个甩尾把队友给撞倒。他们已经摸到高点的坡了，这个时候宿九并没有听到自己右边来的脚步声，高点被除，低坡刚好把队友给扶起来，拉过来，小鬼直接将烂人给连打带补，切个座位进来，但这个位置太镂空了，这投掷物为什么冲到脸上来扔啊？可能判断出失误了，他觉得是在这个房子后面的啊！墙。十七号，我差一点，
就看小鬼一个人了，着急两个人给四个人打了，一颗雷丢进去了，大金赶紧往外退，还是被炸到了，原谅后枪。你们打的都这样了吗？周皮啊，干拉的过程中还要丢道具，侧面一个补枪。哎呦，这还是大金的强项啊！明明在高点的时候差点被打掉，那周皮安补了波枪，大金补了个枪，救下来了。现在 RBS 也在 ，Perro 也在 ，SMS 也在，都是三人小队。MCG 还是满编，要淘汰数量比较高啊。哦，两枪头。哦，爆闪想往上压了，近点队友已经到了。好，再爆一颗闪，黑猪拉过来，直接秒掉，再 pick。哇，黑猪，看就是自信，队友在拉枪线不重要，今天自己操作就完了。是的，牛 happy 又开始了，牛 happy 不会三连击了吧？了吧？打，而且拍主要不是满编，就他只剩两个人了。是的。DT 也想往里面去扎，满编只能说扎下来的概率会高的那么一些，但还依旧这啥？这是想从这个树上撞两颗桃吃吗？他从四阶段的这个蓝圈进来的，血量不高，想打个药，但是不知道这边被 MCG 抽烂了。我傻了，不是这个位置他直接车就撞树上了，我的妈！哎，小明摸上了，小明是的，小明居然摸到这个位置了，老马架枪，小明往上面腿儿。牛 happy 楠楠在看，楠楠在看刚才撞车的位置，小明要去摸他了。周平这个点也没被发现，周平他们在打东边，牛 happy 的屁股要出事。2014接了一波 TMA 的车，全员扫掉。是的，哇、哦，牛 happy 带人。尾随打哪个？这不叫精致尾随，也确实进不了了。那、啊、没车也没有这个包了，能送过来一个就不错了。哎、哦，左边 MCG 有出击倒的信息，有枪声一响 ，New Happy 直接被吸引过去了。这点排名分什么的嘛，但是早晚都得打。他这个点回来 ，New Happy 知道 Pyro 没有全被淘汰的，肯定还会排。小明还是要打。RBS 能下班吗？81分，这颗雷偏了一些，但自己的为什么长疗房没有人抽这个底坡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啊！哦，雨人，雨人，一传二，雨人，别又被坑了。RBS 啊，又被黑头了。牛 happy 翻过去了，啊，出枪 了，但刚好踩到了这个山顶上，中了一枪。小明被楠楠发现了，直接给清掉了。哇，哦、上车了，刚好啊，准，准啊！这局真有机会，这牛 happy 就开乙，真的要开乙了。黑猪打俩了，一下倒两个，然后复烟，严重恶鬼，操作起来了，是只有一丝血，还在拉出来又秒一个，哦，黑猪穿刺，牛 happy， 黑猪，这年轻人是不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，这个想法。真顶 SMS 别上头，能救爬一爬动一动啊，一个站出来穿掉的厉害点，之前还有航航，航二歪，航航更早了，航航是在 Monkey King 的之前啊，在 Montana View 那条马路嘛。啊， MCG 没了， SMS 第八名83分，成功的挤破了 RBS 的这个防守门线，已经成功晋级了，
SMS 居然进了 SMS 这局南部圈行北部运营至少走了五六千米的 SMS。 最后一个 17有没有穿三的机会，先秒一个，在高点有一个补枪，恭喜 SMS 在最后一局里面成功出击，太重要了。一个